小小歌王歌后的交流赛啦。幕后的那位黑手是谁？蔡小虎。什么？哎，如果我们改成偶柜的话，是不是也一样有作用？哎，偶柜，偶柜。你觉得他刚刚那样对吗？你直说，你直说。别相信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猜测吗？好歌，走吧。马曲经典秀。